人家可以在家里面一直钻呢，好可怕、啊！完了，他出不去了，永远。那、哦、我们家里面就有藏草，是无可能的代志。门在跳针。电灯，不、哦，啊，他们走过来了。可是你来要小心哦，他们在外面。他还在用探照，他真的在用探照的。哎、欸，有一只被烧到了、欸。哎、欸，王被烧到了、欸。哦、真的好十八禁哦，他们都没有穿衣服。哇 ，Oh my god！ 你要掩护我进去吗？我看一下可不可以隔山打牛。哇、哦！哎、欸，他打得进来，可是我打不出去。你们要不要救我？你在哪里？神了！等下他们被火烧到，而且我马上被包围。先存档吧，记录一下。OK， 探照灯那个好像不见了，应该是挂了。等一下！你在哪里啊？你下面。我的下面。你怎么会这样？回开嘛，我就被打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有穿衣服哎、欸，我相信我这个应该攻击蛮高的。啊、哦！完了，可乐 ，Help me， 可乐 ，Anybody here？赶快进来 ！OK， 赶快进来！不疯子、啊！我绝不放弃，这个有穿衣服哎 ！Fucking 笑！哇！又来了！可乐！可乐！进来！等一下，我就有点想出去了。可乐！回来了。他哎、欸，他还没有哎、欸。他还在，所以进不进来？我不甘心。OK， 他有穿衣服，防御比较高了。哦，抱歉，他没有穿衣服。好像法杖。哎、欸，啊，他蹲在那里干嘛？这是什么？哎，可乐，你看我拿什么？可乐，这个。哦，他们武器啊，有个烂泥巴。这个、哦，还是拿我的战斧好了。Ow！ What are you doing？ Ow！ 哦，原来是被火烧。Ow！Oh my god！ OK， 来看看你有什么。好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每天晚上都是个大战。哎，你看有石头哎。没觉得。你看我怎么做的？你哦，你坐在。还没有做好的火山，然后手里抓着一把蜥蜴肉。OK， 火烧起来了。我发现这个火放在门口真的好危险，我每次都被。小蓝莓，你种蜥蜴会长出一堆蜥蜴来吗？哟，他有穿。哎、欸，你在里面有个箱子吗？
你种上去了吗？有啦，它不是在长吗？没有，没看到。我把这个新疆推开。我来盖船好不好？好。你先想办法把我们家的那个鲨鱼弄出去好不好？你家那只吗？对啊，它尾巴卡住了。不知道拔不拔出来。哎，真的卡在里面，操！哇，好像真的没有办法，完全卡在里面。哦，这是头目，头目的那个这是什么？不不不不不，喂，不行。他头上那个探照灯，不知道拿下一个会拿来照灯，吓死他了。你有应该赶不掉吗？哇，你那个做法真强！我还蛮可爱的，对吧？你是卡住啊？嗯？这个鲨鱼退不掉，退不掉啊，没办法，卡住。哎，海龟，海龟。OK， 我拿到龟壳了。可嘞！哦，哎，奇怪，我宝龟有放哪里去？背包。在哪里？找不到吗？没有。嗯？那就只好再多一颗喽。抱歉，海洋生物，你们是最伟大的。我拿来了，哒啦！哎，有水，马上就有水了。太好了！好，再来呢？盖船啊！什么？哎，我会受寒呢。糟了糟了糟了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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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靠近火源了。哦哦，我受寒嘿，救我救我！哦，复活了，好险，差点就回去了。哎哎哎哎！我为什么是复活在？我只是复活在这么奇怪的地方。不懂你在想什么。那白天的美啊，怎么就今天晚上过得特别久？现在要干嘛嘞？我们可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啊，例如嘲笑你。嗨，哎哎，为什么？对啦，船，嗯。哎，为什么我会受伤？你别讲那么神秘好不好？我没有被火烧到啊，还是因为去看那个屁屁的关系。哎，你看有，你看我受伤了。想要泡水啊？泡水？我燃烧吗？可是我没有那个哎、欸。
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看一下。还有啊，他们吃完了，还是因为我中毒了？这都没了，要吃什么？吃草啊，牛啊？还是因为肚子饿啊？有可能啊。哎，我怎么又燃烧了？是谁叫你泡水啊？不是啊，不明原因。救命！救命！哎呦，我还是在，我还是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还是在受伤哎。是你肚子饿的关系吗？这样？不知道啊，怪怪的。你看你的肚子饿，那条都满了。它是中间打叉啊。啊，完了，肚子饿。真的假的？我会饿，我会饿到GG哦。好。好可怜啊。好可怕、啊。那个人去捡石头啊。我找不到石头。做最简单的、啊，怪怪怪。嗯，来来来来。对对对对对。我去砍点树枝回来。过来了，我刚好像扫到那个、欸，我刚好像扫到石头，但是又不见了。有这个小先盖小型的萤火，你要不要过来？好。我们生存了第三天。哎、欸，那个姜，哎、欸，那个什么，那个食人族还在吃哎、欸。已经吃到种花出来了，花都长出来，它还在吃。它吃草。哦，我的肉棒在烤了，快了。有时候我发现我拿酋长那一只之后，我就拿不到我那一只，那个有头。哦、欸，好了，吃饱了。欸、你干嘛拿那武器啊？这武器蛮帅，也是不错。强化它吗？哎、欸，这攻击很快、欸，你看。哦，帅哦。这一把，哎、欸，嗯，嗯，不见了。我觉得要来做鱼干。搞定。还没有树枝啊？我在拿手电筒。你看哦，这要怎么使用？哦，可以放东西耶！就是把武器给放上去啊。可是你为什么用？你怎么甘心把它放在那边？我们要不要去找原始人部落？哎、欸，先把你的渔船盖起来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先告一段落了。你的渔船需要几个木头？他还在吃。可乐，他可以放武器。哎、欸，人呢？我
你的船需要多少木头？我们先把船盖起来，就先告一段落。第一个多少？第一个行。倒喽。聊。好黑哦，这里有鸟。好可怕的鸟。哦，拍戏。有一只小鸟从天上飞过，结果它都被我刀子砍到了。太瞎了，它还在吃。它已经吃了快两个小时了。好吃吗？它等下问你说你要不要吃，我分你一点，快乐分享餐。要不要吃？欸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？这个男子力气大到可以抬起两块木头，那为什么我不要直接把原始人抬起往外丢？这是哪里？啊，塞三个，够吗？这里没有三个，对，三个，再一个，你拿。我们就来看试一下，我记得之前版本那个船会盖起来，然后它沉下去，连船屋也会沉下去。来来来来，推，我们来见证奇迹。噔，看上去了、啊。没有，它卡在木头这里。哇，哎，推我。哎，终于浮在水面上了。再推再推。哎，你看我是也是浮在水面上，看我轻功水上漂。没有，我船在我这边，不在你那边。你觉得我是浮在上面吗？所以你是浮在上面的。你看我，可是我浮在这里。你看我脚。对呀、啊，超级的。哎，你们也是浮在水面上哎。对啦，这很神奇啊，就是你看得到我看不到一种那种 bug。哎哎哎，沉又哎，他要沉下去了。角度问题吗？拜托不要！你现在只能站在最角落。这个船没有动的话，应该是不会动了，应该还可以钓鱼吧，对不对？这个船是歪的。我要先把它推上岸，要不然等一下飞飘一个飘到不见，搞定。哎、欸，那个什么，急救的时候可以推啊，对不对？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把它飘到海岸边，我看可以飘多远。够了，快回来吧，孩子！快点回来，你要去哪里？哎、欸，海龟，我船飘走了。好，就让它去吧，快点，我们可以告一段落了。好痛！来吧。快点！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乌龟跟你，你看你们两个谁速度比较快？这个海龟的速度好像比较快哦。啊，他在哪里？你前面，对，你赢过他了。Yes。OK， 我们就先在这里告一段落吧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话跟大家说？打你！你好黑哦，完全看不到你的轮廓。OK， 好吧。OK， 就这样结束，看我们下次再见喽。拜拜。